这是我们的大一 party， 对，大一 party 大家都知道，顾名思义嘛，大一的新生 club party， 对，很多人都是只有学半年而已。对，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？因为我相信台下有很多人来看我们热舞社表演，就是其实内心是想跳舞的，可是很多人跟我说，哦。可是我不会跳舞，会教热舞社吗？我是靠背哦，不会才要来啊，对不对？你会有干嘛找你？啊，会还是要找，对啊，不会才要来学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马上来欣赏我们第一次表演，看一下他们半年的成果。欢迎大一 Poppy， 掌声。那么速踢哦。OK, DJ.